开饭。这是什么？先看看它的颜值，小花螺啊，这是。哎呦，肉有点脆。好吃，哎呦，这我中午吃剩的螃蟹爪子啊，派上用场，看能不能弄出来。开饭。这是什么？蚕蛹，金丝蚕蛹啊，金黄金黄的，酥脆的。这玩意儿是高营养高蛋白，我得多吃点，我得补补。好吃。啊！哎呀，出不来了。香辣蟹啊，开剪。肥吗？肥不肥？好肥呀，妈呀！给你打黄，开饭。鲍螺也叫老婆饺，来这个吧。开吃它的肉肉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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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能不能来个整个的啊！坏了坏了坏了！哎，少一点，加一点黄，这是它的黄，真的有苦香和干，这样吃掉，吃它肉，特别饱满，少开饭。龙虾尾，哎呀，
小时候超级嫩。山梅肉啊，带黄的。好笑。龙虾尾啊，先把这哎丢了，虾尾啊，先看它的小肉，超级弹的，小线啊，小线在这儿呢，这样可以这样，这样。好吃，小心，开饭。哎呦，好。小迷你，来这个小迷你，好好吃。它头里边什么都没有，开饭。哎呀妈呀！别倒出来！哎，这什么？鱿鱼尾，来个小的。小喇叭，真的，真的。